好的哎、欸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跟我录影。你不觉得你最近皮肤变很糟糕吗？看你的脸啊，气色很差，又暗沉，眼周细纹，你看哦。我只是想跟你说，今天我们一起拍片好不好？我不要。拍片好不好？不要。就拍一次就好。我不要。今天我要帮我男朋友敷黄金面膜。为什么？像我啊，冬天啊，容易皮肤干燥，不是很干。我们冬天骑车不车冷就不舒服，就变得很干、很痛的样子。皮肤干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出油，然后就是手就摸到就，怎么有油？怎么有油？夸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敷面膜喽。哇、金色的，哇、好冰哦。冰冰啊，很舒服。要好。你像你眼周啊，就是细纹这么多。所以现在敷半边脸吗？没有，敷整脸啊！你就一直看镜子。等下妈妈回来就说：“哎呦喂，好神呀，这样 N 刀，好像18岁的小弟弟。”看你有没有要敷的。帮我敷了。好，那我们下来等15分钟哦。好，15分钟到了，我们现在就来洗脸。那我变比较白，你觉得变比较白？那我看我，真有哎！我比你白吧？哎，对，你有变白。没有，好像我变比较黑。哎，那皮肤怎么变？看起来超好的哎！真的，所以你今天这样使用完，你的心得是什么？因为比较白啊，然后毛孔好像也比较舒服。而且我刚是黄土的样子，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变白了。人家可以憋五倍。是不是黄金面膜很厉害啊？还不错咯，那以后都你帮我敷了。